参加了。哎，我在湖北那个唱《北京北京》，给一个女士唱的是真是痛哭流涕，我都感动。是摇滚老头吧，在网上能搜到我，这是央视给我冠的名，王秒。不过你看，像你刚才一介绍哈，这网上也有，然后电视又参加过这么多，那怎么到现在还没找到？总是不太合适的。像我们要是能够融入那种他那个圈儿里边很难。我喜欢还是中规中矩一点。首次在聊台录之后吧，我觉得你就像自己亲人似的。我就想希望嘛，在家乡能找一个有眼缘合适的女士。家在这儿还是在当地找？好，这么相信咱们爱的选择的，赶紧找啊！是有缘没有缘，先来看眼缘。来，大哥先选择约上来和你唠唠啊。你们觉得他会选谁呀？太远了，还选的为啥都是他？就这个，这个哈，好嘞。大哥选择的这位是9712号女嘉宾，好，有请。看见没啊？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书上就选了一位，怎么上来仨呀？阿姨们都想争取一下子呀，都想争取一下。女嘉宾都在一起，完咱们就自己聊。哎，主要对，因为这样最好啊，这样一个一个点开的。您不介意吗？不介意啊，不介意啊。那我们仨又一起上了。OK， 走。你们仨各自说一下自己的优点在哪儿，怎么能吸引这位叔叔？我性格比较好。你呢？我比较温柔。我比较善良大气。来，那咱上场就好好发挥你们这个个性的一个优点，去吧。啊，祝你们都成功啊！缘分有没有啊？上来瞅一瞅。我们掌声有请女嘉宾登场，掌声有请。哎，这是爆灯吗？会不会有哪一块看看大家在哪？今天既然三位女士都上来，我觉得她们对我都有好感。刚才选的是谁？哪一位姐姐来着？这个等，心动女嘉宾是她，是这样。9712号，哎呦，怎么？看过来了，来，不要客气，来，都请坐来。